如果有人要叫你去做一个需要花3个月时间排练，然后要背非常多的台词，然后上台如果忘词的话，会超尴尬的。上百万，超过100万就可以做啊。三百万酬劳就做。算他说他可以训练人家读食谱读到落泪。我不相信。哦，这是他发明的。食谱练眼泪这件事。它重点是在内在，是要越念越悲伤吗？重点是内在。还有就是，它是一个情绪记忆的档案操作，随便翻一个食谱都可以。你的内在要想一个伤心的事情，你的外在是念食谱。我要先想一个难过的事。对，凉拌莲藕，食材香油一小匙，莲藕洗净，去皮，切成薄片。用辣椒丝、调味料与沥干的莲藕搅拌，均匀即可。成功了，这莲藕！对，好棒，超强，因为莲藕我跟莲藕很有感情。跟你讲，钱不要再赚了吧，别赚钱了，走！要去拿金钟奖，要拿奥斯卡，要拿奥斯卡！别再赚钱了，怎么走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可不可怜？太棒，太棒！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西弟，你刚刚想的是什么？你的内在是什么？你的启动是什么？想爷爷。OK， good。这就是所谓的生命经验，经验。这个人可以演舞台剧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因为他对钱没有什么需求。对，我喜欢表演。他非常廉价。对，可是他有一点问题是，他太聪明了。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没有吗？脑袋很空，很空，真的真的。那就还可以弹下去。你从这边走到那边，老师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是 model 还是保全？保全，我是保全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一个训练很简单，你现在呢做一个走路的姿势啊，创造出来。每走一趟呢，不要经过思考，改变一种走路姿势。走路姿势，哎，改变一种，比如说像我现在走我自己啊，是，然后转身急转啊，叫换成另外身份。哎呦，好，再换，再转身。哎呀，老师好厉害哦！啊，好，那再转身，你来试试看，你自己来。好，走。转，改变。好，转，改变。好，我们转，换。好，转，改变，转，一样重复。好，重复了。你跟第二个重复了。也重复了，对，重复了。下一个作业就从这边走到外面去。干嘛？走出去。我们也要上厕所。我听说他们剧团有个专注力的训练。专注力训练，对。好像是。你可以在一个人的两边耳朵同时讲话，他这个是一个干扰练习，他都听得到吗？对对，所以我们可以用，你们做过吗？王仁甫，来，那你现在演舞台剧，你有时间陪小孩吗？没有时间。可是上一次我看你转播的时候，好像觉得你偏心，不太投入那个节目的主持的样子。不会，我基本上都尽量努力，可是有时候机会那没有办法控制。跟你太太吵架的时候，是谁先道歉啊？我先道歉，不会啦，因为我老大基本上对小孩子的尿布还蛮努力在学习当中，他不会有忧郁症，我对他蛮好，他大概差不多1岁半。台北是你最喜欢逛什么地方啊？他会帮忙洗澡，台北是我最喜欢逛的是中华东路。那你逛中华东路的时候，你都去逛什么样的？中华东路我去逛 SOGO， 所以你老婆会去看我的戏，会演过舞台剧，厉害，很强烈。我要看那个老师梁慧老师训练陈汉典。好的。好，因为我常觉得他脑袋很空。好，来。加油！好来哦，你要两边回答，像刚才仁甫那么强啊，你们可以做裁判了。好，一二三，我一进来就发现啊，就是说你跟那个郭子乾的关系啊，我感觉上像师徒啊，对，是不是啊？你有在那边得到很多表演经验吗？还不错啦，但是我就不晓得你在模仿上面教我一些模仿，有哪些模仿的特质？就模仿就像自然，对，其实就是自然模仿，你也不需要刻意去努力。我其实就是想要跟你讲，是不是？各方面的不是哪一类的，我就不了解你的自然是什么意思。我的自然就是说放轻松一点，不是放轻松，就是说你大大大可以缓一点，再起来。不是，我就你还没学到。我慢慢在学习当中了，我每天都很快乐，过得很开心，很乐观。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，那我再回答他。我们送你去屏风剧团，拜托你去好不好？他们要你现在离开吗？现在吗？没有那么急吧？就是我们这边先忙完，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要忙的，我们 OK 了。今天收工了，现在不加入，你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。
那我你去真的，但是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是瑕疵品，我还是瑕疵品，所以我没办法。所以我们要把你送走啊！哎，他快哭了啊！你现在用不是我你现在瑕疵品，你干脆打我好了，打我好不好？不要，你走，你走。不好教英文，你跟老师们问好。三位老师好啊！我知道我是这一班新同学表现最烂的，你打吧。这出戏是以发音差著称吗？对啊，干嘛你这样？而且也不是你这样摇钱树吗？你来这儿干嘛？啊！台词是我已经不爱你了，好，然后他是动嘴巴，你要配音，好，先配音。你要说我已经不爱你了，好，预备，一二三，转头。我已经不爱你了。你爱他哦？我好怕他。是怕他？是太崇拜的怕，是不是？可能就是以前一直很喜欢屏风的戏，每次看完回去可能好几天都睡不着，像看那个《沙姆雷特》啊，《六一帮》啊，都是就回去会睡不着。哎，我在途中睡得跟什么一样？朋友，我们的戏真的很好看。他们没有修理你的声音哦。到现在没有人讲过我声音有问题耶，还是你们都没跟我讲？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开课？我是觉得说他这个说话的频率并没有那么多，因为他平常在教书的话，我想他已经说很多了。对啊，不是教英文的。你刚才那个笑声，你刚才笑声还那么刺耳吗？像不像有气的笑气以后发出来的笑？没有啦。所以私下他也是个安静的人。对，你教英文没有教到嗓子哑掉？很少哎，我这老天赏饭吃，我几乎都不沙哑。不过你们如果听他唱歌，你应该会后悔。不行，我没听过。你要不要让他唱一句给你？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能唱。我没听过哎。老师，你可以唱听听看，搞不好会。我们都没有听过。有新的感受。是啊是啊。你都没有听过吗？唱一下，唱一下，唱一下。如果风知道，如果海会说话。我们再回到夏天，我就在唱什么歌？他在唱什么？节奏呢？如果这首歌有如果吗？不是，刚刚不是歌吧？他在念什么？他在念做法。对，所以你是说在排练的过程当中，真的有觉得爱他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因为宝哥是我喜欢的一型，而且我觉得还蛮有感觉的。真的委屈你了。你知道是我不正常，他们不正常。因为像我觉得帅的男生可能是高以翔了，然后刚才竟然大言不惭的说顾宝明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合理吗？是是是，你在前面，你只要动嘴型就好。嗯，你要说顾宝明是我喜欢的类型，好，他会帮你配音哈。要放感情哦，你讲这句话那个眼神要有情愫哦。好，顾宝明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一二三，来。宝明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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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演他配还是我帮他配？你演他配，我演他配。对，老师，你声音要很深哦，很有感情哦，很痛心疾首的说出这句话哦。那你要下 Q 哦。好，预备 ，Action。小 S， 我已经不爱，小 S， 我已经不爱你。好浅。你是不是去上别的节目，遇到谁就想要把人家收到口袋里面去？要看他们节目邀请的来宾好不好，对，刚好是好货，那就可以交交朋友。你有在打小 S 的主意？他有纠缠过我一阵子。怎么能够推掉他？因为他就说之前是北极之光，他就传了文情并茂的简讯，说小 S 让我们在一起共同创造一个台湾的奇迹。没有，你都会慎重的看完剧本。他会没有啊，他一封两封三封，他会慢慢说，月姐对不起，我还没有去开我的信箱，然后我还没看。他根本没有用 email 啊。没有，他会简讯，他有，他还是有。你没有用 email 啊？他有 email。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龙马精神。那不是过年？你骗王月，你还没有开信箱？不是，因为我就是。你干嘛？你又需要把事情搞那么丑？好，我们就翻台吧。
刚刚自己的书里根本没看，你这边给我解释。